赖米阿霞志工，广西国小柯碧宇志工，林口长庚暨林医院杨延秀兰志工，新街国小江淑英志工，桃园县政府体育处黄胜雄志工，警察局桃园分局王雅慧志工，中坪国小涂子兰志工，林口长庚纪念医院简雅淑志工，深丰国小刘宪邦志工，发的是护证事务所徐逢春志工，以及桃园县生命线协会陈尚荣志工。是的，我们恭喜这12位得奖志工。另外来补充介绍，包括我们教育院今年获得至尊达人的是于月华女士，她将自己的心力全部奉献在大竹国小，还创办了大竹国小小神龙偶戏团，在月华妈妈的带领跟鼓励之下，孩子们他们敢梦敢逐梦，同时追梦还圆梦，让偶戏团大放异彩，让充满非常乐活的童年。我们有请现场特别跟得奖一起来合影，同时再度谢谢黄婉如黄议员，特别黄议员带我们去参加门口的嘉年华嘛，非常谢谢黄议员，非常谢谢您。